Excuse me, do you have mayonnaise? Mayonnaise. Sorry, we don't have mayonnaise. もしかして日本人の方ですか？おお、日本語話せるんですか？あ、すいません、マヨネーズはないんです。すいません。あ、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え、你是什么星座？我吗？双鱼啊。什么词？那你是什么血型？ B 型。 B 型？啊，那跟我一样欸。 OK。 日本很喜欢要这个。对，喜欢血型。对对对。会怎样？有那个吗？心动电源。没有带哦。啊，怎么办啊？没电了。我的也快没电了。哦，是哦。哇，手机快用。哇，这么好。先用我。真的吗？谢谢，谢谢。哇，很すげえ。甘っ。あったー。いい歌詞だ。いい。嗨，谢谢大家收看到最后。其实我还有找到在50个以上的在台湾惊讶的事情，比如说跟总统的距离很近，在电影院会笑，疫情的对策超级快等等。可是这些录影的话有一点难，所以我这次选了这些50个事情，你们觉得有趣吗？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大家帮我按赞加订阅哦。然后我在台湾的活动都放在 IG 哦，请大家帮我追踪一下。那下一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